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奇兽。我这一期的话呢，还是接着跟大家做无二 Toys 的猛兽侠系列，这是最比较新的一款 BB 二十八号的收割者。它的外观呢是一个非常像螳螂的生物。那么这款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体型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啊！我拿出一个变形金刚现在 Deluxe 等级的玩具呢，你可以发现呢，这个家伙的话，这个螳螂的话呢，比现在的低级的玩具呢还要再更大得多。身上的零件数啊、透明部件啊、涂装、倒角的处理呢，也都是非常高水准的演出。我们就直接看它的一个细节。首先是这个非常像假面骑士的这个头雕，这个复眼的刻画呢，不可不谓细致，真的非常的好看。上面的话呢，有这个触角。这个是软胶部件啊，那么变形成方块的时候呢，会强行的收纳在这个身体的内部啊。那我会建议啊，这一款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特别把它这个触角收进去啊。我觉得变久的话，怕这个塑胶耐不住。头部的话呢，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嘴巴看起来好像可以开，其实是不行的。那么呢它的一个头的话，上下可以动，左右可以转动啊，还有点呆萌的样子。那腰的话，这个也可以转动。手的话呢，一共有这里。一处的关节可以往内折，这里又一处的关节往内折，这一块护甲可以上下动，这里还有一个关节，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往外动一些些。360度的转动呢，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手肘完全伸长的时候呢，这个玩具的长度呢会达到一个可能有超过应该将近有20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非常非常非常的巨大。哇，之前都没有想过这个 Beast Box 的玩具可以做到这么大。这里又一处的关节啊，那么呢尾部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双动关节，这里一处，这里一处，这里可以往下折的。当然这个并不符合螳螂的一个生态啊。翅膀的话呢可以上下动啊，变形的需要呢这一块可以收进来。后面这里的话呢，这些部件的话呢是可以随意动的啊，有一个双动关节的这个像是也是小翅膀的东西啊，它可以内外的动一点，它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那这里的话呢则是一个螳螂背后的一个这个绿色的一个包覆住翅膀的那个部件叫什么来着，我这个部位叫什么我不知道啊。脚的话呢有一处两处，还有这里可以外摆内收的关节，前后也可以动啊。那这个刚已经有提过，如果你让它完全站高起来的话呢，它的一个身高呢也是会非常惊人的。那脚的话呢只要往前后岔开啊，基本上就是四足的一个站立，四足站立的话呢就可以站得非常的稳。那么这个螳螂的这个镰刀啊，这个祈祷虫嘛，螳螂又叫祈祷虫嘛，对不对？这个自然的话呢就是摆出一个非常就是祈祷虫嘛，准备战斗前的一个祈祷的一个动作。这款玩具的话呢做工可以说非常的精致，外观啊这个绿色的一个颜色，不管是这个墨绿色还是这个翠绿色，我觉得都还是比较漂亮。然后配上红色的翅膀啊，这个反差的感觉真的是蛮不赖的啊。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机械生命体才有的这个包包，非常之不赖。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跟各位示范这个收割者啊，也就是这个螳螂的一个变形过程。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脚啊、四肢啊这个部分呢，都是先给收纳进去啊，把它的体型呢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收纳。好，到这边我们的话呢，把这个两腿的话呢，先推到后方去啊，朝身体的后方推过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将这个胸口啊这个地方给打开来，然后头部的话呢是朝这个方向啊笔直的把它往下面垂下来啊。如果你有玩过一个叫大怒神的那种一种游乐装置的话，你就懂了啊。然后呢手的话呢完全缩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去调整一下这个透明部件啊，让我们的手呢能够完全的这样子达到一个最小的一个收纳，然后这个地方推过去啊，到这个形象。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一个步骤啊，就把这个转轴的话呢，透过它呢，把整个的这个螳螂的这个身体的话呢，这个地方打出一个90度来。打出90度之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往前面推，手的话呢这个时候挨过来，先做这个地方的组合，这最关键的一个组合。这里有个凸，内侧的话呢，有一个红色的凹洞在这儿啊，你要记得这个地方。除了这里扣下去之外的话呢，它的侧边这里呢也有一个地方要做一个结合。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是最好能够同时的把它给扣进去，如果不行的话呢，我会建议先扣下方再扣上方啊，可能会比较好扣一点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那记得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角这个部分是往上面压到底啊，然后往这个地方推到底，再往上面压到底，这个情况下呢，来扣这个角、这个手这个地方的组合，然后侧边啊，这里一样啊，稍微留意一下，将它给扣上去。好的，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捏一下啊，把它整个给捏平一点点。再来的话呢，这个两个触手啊，不对，触角的话呢是比较麻烦一点啊，就先把它给按到这儿吧。再来的话，我们透过这个转折的部分呢转上来，它是一个双动关节，转上来。那可以的话呢，就是尽量的呢把这个触角的话呢给按在身体的内部啊，按在里头。这个部件的话呢，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折下来，到这啊，我只是呢暂时透过它呢来控制一下。不要让触角的话给跑出来。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先扣下方这个地方啊，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凸，这里有个洞，把它给扣上去。那这里有时候会扣不到，那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双动关节，你没有把它调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它就扣不到了啊。那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再来的话呢，我们先把底盘这个部分这个凸推到前方来，这个地方只是靠过来就没事了。再来的话呢，这个红色的这个里面有个凹洞啊，有个凹洞啊。然后这里有个凸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个地方比较没有难度啊。透过这里的双动关节还有球形关节，就可以轻松的达到定位了。这个地方推上来之后啊，它也有一个组合结合卡扣，在这里有个凸跟这个一个纳美克星人跟印第安人的一个结合啊，在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这里这个地方，啊，把它小心的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啊，随时做好调整。两侧的话呢，自动做一个结合。那么呢，上方这一带的话呢，就差不多都扣完了啊。那运气不错的是呢，这两个绿色的凸啊，因为扣进这个，它等于是左脚右脚各一个凸，扣进这个红色的这里头有个凹洞啊。那是因为刚刚运气不错，刚好就把它扣进去了啊。那这边的话呢，还没扣进去，我们就是把它给想办法呢，给塞到这个洞里头去，到这儿。把它给按进去，那这个过程呢，有时候的话呢，就是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你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一个调整啊，因为你这个卡扣都非常小啊，特别是最后这两个地方啊，以我变形的话，我是把它留到最后再变，它会非常非常的不怎么好扣，那其他地方都已经完全扣上去了，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收割者的一个方块的一个形状啊，那应该我没有什么地方漏变吧啊。总而言之，这一块啊，这个地方好像缺口啊，有个缺口，所以导致它这个方块的形状，在某几个特定角度下呢，好像不是那么一个方整，如果从正面来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形象，这个是它原本这个，螳螂背后的背包，这个时候变成一个正前方，感觉好像是一个可以转动开来的一个开关啊，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像是异形的手臂一样啊，这些螳螂的镰刀，上方有很多的透明部件，那后方的话呢也是一样啊。那由于翅膀上面呢有白色的涂装，这个时候在方块形态下，就感觉透明部件也不会那么单调了啊。这里正面 ，OK， 除了这个地方看上去好像有点小空洞之外，其实这个方块呢，配色来讲也是比较鲜艳，蛮 OK 的啊，没有什么问题。细节的话看上去也是挺丰富的。那重型状态下呢，体型呢超级的巨大。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把这个触手啊，小心的给收到内部去，其实可以压得更里面去了啊。这个最好的话呢，是一开始就把它给弄好。那这个触手放在这里的话，就是会保持这个形状。那你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轻松的收纳进这个盒子里头。那如果变形到位的话呢，这个方块呢在盒子里头的话呢，它是会松动的，表示说它已经完全卡到定位。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方块的这个形状。放到里头去啊，有点挤的话，像我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感觉有点挤啊。比如说呢，有些地方卡扣呢，我可能是没有扣好的。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相当不赖的 War Toys 的这个收割者，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